先父违抗玉帝旨意，头悬市曹，我等恐玉帝见罪，拜求袁先生搭救，逃离四毒。可袁先生说，躲得了一时，躲不了一世。 来取我们的性命。先生还说，舍身成人便是我族世世代代的天命，我信，但我不认。但愿你的命，不是在为这老天做嫁衣。 皆已诛伏，不去相会，更待何时？唉，缘落缘起，不妨再赌一把。